大家好，我是龙杰，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个扑克牌二八杠的一个手法啊。这个牌呢是很普通一副牌，我把那个花牌都挑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子，从一到十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个牌呢给它洗乱啊，就正常的这么去搓啊，就是说能洗乱能洗多乱我们就洗多乱啊，平均杀两家啊，这个技术，随便倒，就是放到这儿啊，上去倒下的这个都无所谓啊。当我们洗好之后呢，随便的去洗了一下子啊，我们就拿张花牌去切下这个牌，这个角对到哪里，我们就从哪里发，行吗？随便一扔哈，在这个位置按着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把花牌拿掉，放上去，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去打点啊，这个牌都要去打点的 这个手法是本人自创的一个手法，叫鸳鸯戏水直接打点五点。五点从自己发，就两张两张发吧，比较快啊。抓牌是通杀啊，庄家和闲家是同点的情况下是庄家杀闲家的啊，就是说如果他是对的话，我的翻倍，对不对？二八杠都是这个玩法啊，希望兄弟们都认清楚啊。我们继续十点，十点的话顺门，是吧？那抓牌又是通杀，对不对？我九点啊。再继续，八点，八点是末门，这个点数都可以随便随便打抓牌呢又是通杀又是通杀，我是七点，这是七点，这是七点，是吧？这是五点再打，两点，平均上两家这个是五点，这个是五点，我是七点，这是九点上两家。只希望兄弟们不要参与到赌博当中十赌九诈，治安家庭，远离赌博，这些手法在现实中是确实存在的，是吧？这个是三点这个是两点，这个是五点，我也是五点，庄家杀闲家，好，希望兄弟们能认清楚手法是确实存在的不要参与到赌博当中，十赌九诈，治安家庭，远离赌博。我是千亿门主龙杰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直播间号7355-6852好，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。